can fly.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航。今天我们来玩这个绿恶魔模组。那这个绿恶魔模组的样子，它有两个，一个是第一代蜘蛛人，就是威廉达佛演的那个，这是第一代的绿恶魔。那等一下呢，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代绿恶魔的样子。比较新的，就是在那个蜘蛛人电光之战那一集所登场的绿恶魔，就两个样子不太一样。不过我们今天两个造型都会玩到。那现在看一下这绿恶魔有什么功能啊？这边他可以选择这个，他可以丢东西吗？还是他一定要有目标才能丢东西 ？OK， 等一下我们再下去打这个洛圣都的警方和人民，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OK， 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目标才能打人就对了啊。那这个飞行器呢，它可以切换模式，那它有保镖模式，还有杀人模式，及这个什么功能都没有。那我们先开保镖模式就好了。好，来吧，我们的飞行器。Hello， 飞行器 ，Hello， 我是要跳到它上面去吗？飞行器 ，Hello， 飞行器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等一下，飞行器，等一下，再给这飞行器一次机会了，过来，它是啊 ，Press F to use the glider， 就是你啊，这个啊不早讲，在那边演哦，真的是。七啊，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飞行器上是不是有什么功能可以用？哦，这飞行器好像可以。哎，刚那飞机，刚那飞机跑哪去？怎么不见？太厉害了吧！他们学会隐身术了、啊，这个啊，不管他，这还有火箭是不是？哦，连发型火箭呢、欸？哇、哦，好爽！哎，怎么一下就三颗星？怎么回事？还有什么棒子丢炸弹吗？哦，他可以手持丢炸弹，然后还有这个 Stealth 应该是他旁边的那个吧，像那个就是一代，他就是第一代，他这打蜘蛛人用的那个飞镖，就有点类似飞镖功能，然后会在他旁边转，帅的那个。Oh great！ 啊，这个是什么电光球之类的吗？我们去路上看一下。哦，真的耶，哦，这个好亮，我喜欢这个。哎，这声音是什么？这声音也太酷了吧！我们飞去那个路上看一下有没有人。我记得这飞行器好像可以把人缠起来的，有没有行人在路上啊？行人在路上啊？怎么路上半个人都没有啊？人行道有没有人？我操！为什么我觉得，他可以自己把我救起来啊？不早讲。我觉得这个绿恶魔是我们哦，有绿恶魔是功能好像没有很强啊，来啊，飞喽，小姐，那你飞都不见了，我们去拖个警察，有没有警察可以让我拖的、啊？来，插到，终于插到一个警察了，爽啊！他可以这样插着然后飞出去，哦，我知道，他就是死掉之后他人就会放开了啊，原来，这飞行器很厉害嘛，会自己把我接起来。看看还有什么功能啊？哦，这我觉得这个火箭的功能非常好啊！哇，我们这个邪恶势力耶，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扮演邪恶势力吧，好不好？哇，邪恶势力玩起来这么爽！哇，这个火箭比钢铁人的还输压哎，对不对？啊，警察算什么，对不对？还有什么棒？我们下飞行器战斗好了，我看一下绿恶魔下飞行器战斗有什么功能。就这个，还有什么 ？Faster Bomb， 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把人给弄消失的功能吧？我看一下，它对附近的车子有伤害吗？丢一下，好，看起来没有太大伤，应该是对人的功能。哦，怎么都没有警察来啊？啊，警察嘞？哦，有一个警察，我们用这个 Faster Bomb 丢下去，丢下去人直接不见哎、欸。哇，直接炸成碎渣是不是？轰下去！哇 ，nice！ Faster， 哦，所以它在地面上只有三种功能而已，好吧？看起来不怎么强啊。各位，我们现在要去挑战这个洛圣都最邪恶的势力，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两个人，也就是最新的绿恶魔还有上一代绿恶魔在旁边。现在我们两个啊，这个是在电光之战那个出现的绿恶魔。
非常的像，哎，它的飞行器也比较帅气一点，还喷这个绿色的烟啊。那我们现在朝向前方迈进，这个绿点是谁呢？没有错，就是哎。NG， 等一下，我的飞行器，快点，我们去。完了，来了，浩克出现，轰了他。哎，我的，为什么我看到我的绿恶魔同伴被摔出去了啊？绿恶魔同伴被摔出去了，为什么？轰了这个浩克。等一下，为什么我的同伴只剩下飞行器了？他人呢？不是死了吧？太快了吧？这死速度有点快啊！哦，救命！哎，飞行器，我没有飞行器就跟废物一样。飞行器，快点！浩克，不要，浩克，不要！我离他远一点就好，我离他远一点，应该没事，很安全吧，浩克。好呀，我们这个会飞的话就会很好打。不是吧，浩克。哇塞，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用那个 Slicer 这个靠近他看看。我们先丢多一点在旁边，丢起来，然后飞到浩克旁边，看看会不会被这个鸽颈给割死。哎，为什么我的姿势怪怪的？在哪里？浩克你在哪里？浩克 ，Hello。我现在丢了一堆像苍蝇一样的东西在我旁边，我完全不怕浩克了吧？应该吧。浩克 ，Where are you？ 浩克你在哪里啊？哎，哦，我看到浩克。浩克，不理我，浩克。苍蝇小队恭喜！哇，我直接被打掉飞行器，哇塞！完了，先切换成 Killer， 快点，我要被踢死！飞行器，哦，有割颈的效果，飞行器还把它带起来，有吗？有吗？浩克倒地！哇，他怎么一个血喷在旁边？是怎么回事？不是吧？哦，不是吧？好痛！飞行器救我！飞行器！哎，这个队友的那个队友的飞行器不要在旁边，好像在嘲讽我一样。我的队友怎么被？哎，不是那个我的飞行器。哎，先让我上飞行器，我现在有点害怕。为什么我这个模式可以跑这么快？这个新版的绿恶魔比较强。先上来。不行，那哥几对浩克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哎，这浩克很会躲，跑来去了。浩克你在哪里？他躲在船底下吗？好，浩克在这里。浩克，哎，我们搞定了。哎 ，What the hell？ 为什么我变成 Michael 了 ？What the hell？Bug 了吗？这是 bug 了吗 ？What do you mean？Why？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死了？为什么 ？What？ 好吧，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绿恶魔，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应该，这是由 Harry 之间，就是那个一代绿恶魔的儿子，就是 Harry 嘛。他从电光之战那边，他直接变成绿恶魔。哇塞，这个浩克是怎样啊？哎，我的飞行器雷啊！重新用一次好不好？我们再去找多一点人来打架，我觉得。多人混战玩起来应该是不错玩的。OK， 各位，我们现在带这个两个绿恶魔，然后来到洛圣都的中心，来找这个洛圣都的警方来玩一下，好了，好不好？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能耐，能拿我们怎么样的啊？我先下来，然后呢，我把这个 Key 的模式给打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伙伴会不会攻击。这伙伴怎么好像？这两个绿恶魔好像不太会打架的样子，它的设定是不是有问题？而且为什么我的飞行器在打他们？你们三台飞行器可不可以不要在那边互相内斗？警察在旁边看了一点懵逼样子，完全不懂我们在干嘛。可以不要再内战了吗？好不好？而且为什么我感觉到一股空虚寂寞的感觉？好像没有警方，完全没有人要理我。现在是边缘人模式启动了吗？太轻松了吧！哎，我发现绿恶魔好像有点强，哎，怎么办？是我目前玩到这个模组系列里面算非常强的一个人物。你看，他不但可以把人直接给那个弄不见，然后呢，飞行器又很猛，走开！你不要跟在我头上，你走开呀！这个他的同伴模式写的那个脚本好像写的怪怪的，有点雷雷的感觉啊。
欸，那个飞行器又很大声，有没有？你看，警方现在完全就是一个不知道要拿我怎么办？你看有没有？那我真的有点厉害哎！哇塞，这可能要需要那飞行器，你给我滚远一点好不好？我警告你哦，这洛杉矶警方应该是拿我们没辙啦，应该差不多应该要找一个正义姿势来一下了，因为毕竟你看浩克这种邪恶之地都被我打得体无完肤。现在该是来找一个正义之地，各位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好不好？我们来找找看啊。好，这边出现一个红点，是谁？谁来了？钢铁人来了！钢铁人，哦，钢铁人果然还是有点厉害啊！等一下，不要射我那个机关枪，不要射我机关枪，我的血量扣的有点悲剧。等一下啊，我先丢丢看这个。哇 ，What the hell？ 就他妈的！我靠！我的这个太猛了吧！等一下，我发现最强的生化武器就是，哎，我这个好猛哦！这个像苍蝇一样的东西在旁边，这个飞镖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他这名字了。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他刚刚直接把钢铁人的颈部给割下去，然后再割回来。哇塞！刚刚浩克也是一个被这样勾着，哎，超级猛哎！他怎么可以用秒杀的方式把钢铁人给秒啦？我们叫多一点钢铁人过来看看好了，好不好？我这还真的是没挑过，直接挑过那么多只钢铁人，好不好？哦，好像很猛，好像很猛。我被趴在地板上，飞行器救我！飞行器，飞行器，飞行器！果然我还是要靠飞行器，是不是？我先收集一下我的苍蝇部队。苍蝇，哎，为什么我收集一下下，钢铁人就被秒杀？太猛了吧！钢铁人军团直接灭团哎！哇塞，哎，我真的超级猛哎！绿恶魔真的是现在是最强的英雄哎！这哇，果然人不可貌相啊！这个是有点太厉害了，哇，好爽哦！哎，绿恶魔玩起来真的很爽哎！而且他的飞弹，你们看哦，他的飞弹的射速其实跟钢铁真的是87像，很快。这飞机是怎样啊？这飞机是有打到我，想要奇怪，这飞机一个神走位，而且2014版绿恶魔真的它的飞行器感觉很帅，这个绿色烟雾，各位有没有看啊？这种感觉非常的煞气啊！哇，我现在发现最邪恶的势力就是绿恶魔了，太猛了，这个直接秒杀钢铁军团哎！不知道是他这个太强还是怎样，不要再说漏气好不好？我们好不容易称赞我们很强。啊，过来一下飞行器，有没有？哇塞，这个洛杉矶警方和钢铁完全没办法拿我们怎么样啊！哎呀，看来这个现在完全就是绿恶魔的主场了。那之后我们再看有没有办法让蜘蛛人或是美国队长来打看这只英雄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敌军的模式写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算是小小试玩一下这个绿恶魔吧，哦，真的是蛮好玩的。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绿恶魔特辑就做到这边。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次影片，别忘了到我的 FB 粉专案站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每周二五下午5:30发布影片，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哇，摔倒啦！